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开箱的呢是这个品工的吹风机，它是号称很小台，然后有双电压。看一下包装，然后它这边有那个二维码可以扫进去，看一下你是不是正品。然后这边有产品说明。这是它的背面，这是条码。我这次买的呢是白色的，我打开看一下。打开之后呢，里面有这个说明书。它的一些介绍，我看一下背面的话是怎样子的。好，看一下。好，那它就这么小一颗，就是一手这样就可以掌握。里面呢，它有附这个收纳袋，还有它的电源线，就这样子。那电源线这边还有附这个魔鬼粘，可以收纳电线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，第一次使用，它这边有一个贴纸。是要注意当地的电压。好，那它这边调整的话是直接可以用那个插头，然后这样做调整。好，然后把这个给撕掉。好，那我们来称一下它的重量。本体的话，大概是171公克。电线如果加上去的话，大概是270几，算是很轻的这个吹风机。好，再来我要测试的是它的分贝值。那它有两段开关，我们先测第一段。好，那第一段刚刚看是大概86、87、88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第二段。都差不多的分贝值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测试的是它的过热保护装置。我就直接开到最大，然后把这个进风这边遮起来，看它过热的时候会不会自己断电。好，它断电了，它已经达到过热，现在还是开的状态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关掉。让它冷却一下。好，冷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它又恢复正常，就可以继续使用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一下这台吹风机的特色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规格。好，它这台的品名就吹风机，那型号呢是 HR-1709，那它电源可以用100亿，也可以用220。那瓦数的话是750瓦。那它一个特色呢，就是它有双电压，所以你如果是出国的话，这边可以直接用插头旋转，看是100亿还是220，还有双电压的设计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过热保护，刚刚我测试过了，就是温度过高它会自动跳停，然后等到冷却之后，你就可以重新打开使用。然后再来的话是它这个机身有防烫设计，所以可以直接这样握，不会被烫到。好，再来的话是它的风速，啊，这边有2段的风速可以切换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瓦数，750瓦。我们一般的吹风机，像我之前用，大概都有1000多瓦，那相对的这个750瓦就比较。省电，那省电呢，是因为它用的是直流马达。好，然后重量的话，刚刚有称过，那官方的数据呢是184公克，那我刚刚称呢，这单颗是170几，加电线的话也才200多，所以算是非常的轻巧。好，那它还有附一个这个收纳袋，所以。要出差、要旅行的时候，就直接把吹风机跟电线丢进去，就可以带着走，非常方便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它这边，它这个是蜂巢式的吸风口。好，那这一台呢是台湾制造。接下来呢是它的电源线，它电源线这边是可以分离的。那。还有一个特色呢，就是它是低电磁波。啊，再来的话呢，是它没有把手。啊，有些吸带型的冲击呢，它把手是做折的，可以折叠的。那这个没有把手的话，就不用在那边折来折去，啊，也可以节省空间，非常小的一颗。好，那。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一款呢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，饭店的吹风机有的它风比较弱，然后再来就是它有的是你必须要一直按着才可以使用的。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有时候出差的时候，客人提供的饭店是公寓式的，那公寓式的就不会有吹风机，所以就是要自备吹风机比较方便。那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你可能住的是他们的员工宿舍，那员工宿舍就不一定有这些设备，所以自己准备一颗还是比较方便。好，那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因为它的进气口是在这一边，然后再加上它没有把手，所以呢。要拿的时候最好是从这个下面或者是这边上面这样子拿，会比较好。如果你这样子拿的话，这边就会影响它的进气，那它过热的话就可能会断电，你就必须要等它冷却之后才可以再使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机身上的这些图案。标示，我们先看第一个右边这个圆形的，它说明书上面有写到，这边机身贴纸上此图案代表，请勿在浴室或靠近有水的地方使用本电器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很像中文字"回"的这一个图案，代表这个产品呢是有双重绝缘。然后再往下，这个呢是经济部商品检验的编号 R511-16。好，那最下面呢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有附，这个是
现用物质含有情况标示这边。好，那就是这个吹风机这边的几个图案的意思。然后再来我量一下它的电线线长有多少，我们直接拿卷尺来量一下。好，那它大概有1.8米的长度，所以算是够用的电线长度。那它的这个电压的选择呢？其实因为都是黑的，所以看不太清楚。那我自己呢，就做了一个小贴纸，把它贴上去，来看一下。好，那贴纸贴上去之后，就刚好贴在它的缝里头，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它现在是110伏的电压。好，这是我做的一个小改装，贴个小贴纸在里头，这样方便辨识现在到底是在哪一个电压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品工的极轻随身掌型吹风机双电压的开箱，谢谢你们的收看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帮忙个喜欢，也欢迎分享或是留言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跟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